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救火大伟，现在又来到周五的这个大柳树夜市，但是现在刚3:30就开市了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坐标东鹏市场啊，都刚摆，苏绣，望天好，我靠，人还挺多，这第一道往后应该就没这么多人了，好多都没摆出来呢，先凑合逛一下吧。快停不了，不行，因为他的皮就掉了。那俩猴子多少钱？最低。那俩猴子，嗯，得多少钱？20。金点。来。这俩小人多少钱？80。这一个小人多少钱？30行吗？我都收了好多这个了，没有这价，太高了。这都70-80年代。对，这都是荷兰小人，亲嘴小人。我他妈的啥呀？没事，您接着卖吧，谢谢啊。你弄完了，我走了，我他妈摆摊了。你给15吧，那孩子我透都给拿出来，还要玩呢。
神谷那个听不懂，那好好那家伙对。光到这个程度心有点灰。哎呀，哎呀，都不来呀，都不来。这时候谁能告诉你，你看看那个房子啊，反正我说我啥没买，那无视了，我上一天没多少，24天。能编不能啊？编的活能啊，都能，不能啊，再找一个。喜欢的东西，先这么着，我先看看，然后再拍啊！感谢朋友们关注最后大伟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